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晶，大家带来一期保加罗地亚，保加利亚，每一次都要弄错的第五期。继续，我们几乎已经绿化这个世界了，很不错。Doing beautiful。我们要继续帮这个移过来，不要怕他们。然后帮这个给升到三级，然后跑个。然后这边过来守一波这。没错，基本我们是可以赢得这个。不过那个我们要多注意一些那些，就他们会有那个人流，就很变态那种。看，真的很变态。然后我们应该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先存一下导弹，导弹比较重要一些。我们先过，英国的海军实力是明显比那个德国厉害的，所以说我们是没有什么。我来清兵线了。清兵线，兵线这就很重要了。该派来都派来一下，这个也派来了。末日被打下来了，然后交给他去处理印度吧，反正也处理不了。然后我们继续 ，Yes sir， 德国科技会比我好吗？应该不会，因为现在他毕竟都没有支援呢，不像我，真的富的一批。弄一波，这个下来，我们尽量往这边移一下，应该可以是可以掠他们的，不知道能不能，很容易被打脸这游戏。来吧，我们继续。蒙古还挺猛的，蒙古打不过来。继续往前，往前，现在我们地够多了，
哇，别这么变态嘛，他这样子很不好吗？我们继续，我们现在实力是非常强的，就是说基本是不用怕什么。日本战败，我啊，盛唐盛唐盛唐，日本这个真的，那我想打了，你知道日本，感觉。控制住这就可以了，刀子不要烂，一刀子我打下这，打这，好，我们再飞一波，不能飞，没事，我们再扫一下，要扫吗？好，不扫，然后我们直接占领了。嗯，毫无压力。那好，我们继续。应该是可以，我也不太清楚。看这个关，啊，这就那么。这个也升一下。应该可以，这边有些守不住，随便吧，这个上一下，轻型坦克，好好，那我们继续，好，占领新的地方，爽歪歪。撤，然后再弄出那个重型坦克。往前，我们先录一下亚洲，亚洲区会比较难打，毕竟已经有美国那个很多地了，包括很多那个都是不是我们国家。轰炸！好，我们继续占领下这。所以说，我们继续。哎，这里还有个兵没走。来。乖，哎，我们好像可以建那个了。好，现在这个爽歪歪了。
surprise， 不用谢。很简单就可以打过你们。哎，打下来了，爽歪歪，完美。这个鱼过来，这个鱼过来，准备攻击这里。那好吧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如果喜欢我视频，你们可以订阅一下，反正订阅又不用钱，也不用用你那个什么，所以说，还是我今天玩的游戏还是比较高兴的，所以说拜拜。